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无上甚深微妙法。八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听经大德，大家好。咱继续要来甲各位讲解《十轮经》中第二品《十轮品》的97页。97页头前面算倒过来第四段的上下面，为令一切三宝众生不断觉悟，转移法轮，激发众果。妙法音声遍满三界，令诸天龙欲叉罗刹阿娑罗揭罗多金乃罗摩诃罗伽丘梵多弥乃多毗舍耶波坦那揭叉波坦那云非云等以四圣体皆得明解。咱头前面有讲到，以四念珠进入四体里，由此可见，世尊开始开悟，伊就是悟到世间的苦集灭到四体里。所以而且佛阁叫一声地藏菩萨讲啊，讲当时迄位伫金刚座成佛的世尊吼。伊为着要使能讲伊所悟到的道理，袂使去着转去，一定爱开始讲互听。若无讲互听，安尼三宝的众生都会断绝掉啊！也为着无害我断绝掉，所以对佛法中三宝的种种自性，要如何来甲伊咧延长？所以佛开始。转法轮，转法轮就是咱即马咧讲个，讲开始讲经。但是佛咧讲经，毋是像咱安尼讲经呢。咱安尼讲经，就是讲咱即马伫遮坐要讲经，恁拢知影时间到，恁家己来。佛若要讲经是吼，迄是爱，迄广告吼，甲宣传是爱天顶也听到，地下也听到个呢。所以你甲想讲，若佛一阵佛要讲经说法，规个天顶的人拢爱到位呢。规个你就是阎罗王啦，或是做鬼道啥，种拢到位呢。所以一激大法鼓啊，一激法鼓的时阵呢，毋是咱人会当拍法鼓拍到天也知地也知，毋是呢。迄种天人咧开始呢讲法鼓，真法雷。所以因咧拍的法鼓，亲像咧弹雷。也因呢，迄款诶，人讲诶，小佛讲一个雷天下响，伊一拍，天顶诶人拢知影，讲即摆佛伫要讲法经说法啦，大家着准备赶紧呢来听经。一听到激发鼓、真发雷，因着知影发妙法诶音声，伫要降法雾啊，要雾法雾啊。所以讲，讲经说法，着震动天上人间呢。咱讲经说法，各位，咱袂使讲惊人听，啊，毋好讲，哎呦，师父咧讲经，咱家己来听，点点啊来听倒啊，毋好互知，即就是呢，毋对呢。迄讲经互听，咱要来听经，咱若当着的人，咱着爱甲报呢。即你有哪有功德呢？你报人听经，你带人来听经，后边啊，拢总有迄个宝座通坐呢。咱你较早伫《法华经》毋是有讲过吗？哦，你《法华经》都拢有讲过啊。所以你若《法华经》毋捌听过的人，你着赶紧呢，把这部经请去听听，你着安尼，你会得到足侪的这个福分的报哦。因为这个。世尊特别转法轮，可比亲像如掌之大口，亲像钟咧等候人要卡，亲像鼓
是要执着，所以迄款的情形呢，咱就可以知影讲，啊，这吼、哦。一讲落去的时阵呢，就敢若像讲咱过一讲落去呢，人就拢到位，迄种的精进、不懈怠的精神。世尊的法音流布遍满三界六道，就是要使令诸天天主以及天人以及北部龙种等，才会平常时拢来咧甲佛护持道场的，才会北部种夜叉。哦，罗刹，这拢几道的众生啊，阿娑罗、羯罗陀、金那罗、摩耶罗揭，哦，丘盘多鬼、毗奈多鬼、毗舍耶婆檀那鬼、羯叉婆檀那鬼，人就是这人间的人，非人就是几道的众生，因对于佛所特别讲殊胜提理呢，因拢总赶来要来。听这个道理，其实因这个道理呢，因毋是无了解，因已经了解清楚。毋过，各位，世尊讲经说法，因这八部众一定到位，天主一定到位，四大天王嘛一定到位。难道伊毋捌吗？伊常常听呢，因每一尊佛来世间，因拢着爱来听呢。因嘛是听了搁听呢，毋是像咱呢安尼介敖讲，若听过啊，讲啊迄捌听啊，那迄毋免啊，那毋免去听。因毋是呢，凡是若是世间有人来成佛，成佛了后若要讲经，因遮拢一定爱到伊。天主拜一摆，菩萨拜一摆，遮天顶个天龙八部呢，就拜一日边啊，四大天龙拜四角，护持即个道场。其实，什么人敢来乱道场？对无？世尊伫咧转法轮，你家想啊？你插心嘛无法度通插入个内底，甲乱啦。你若要甲乱道场，你敢若拄迄个四大天王、甲天龙八部、遐八部鬼神，你嘛站袂住。这就是一个摆一个架势，互你看。这个所在，都是有圣人伫要讲经，你袂使乌白来。予咱有一个淡寒的心，所以世尊当时伊升到了后，开始要讲啥物道理。下面咱请看一个98页，三转十二行上法轮，一切世间所有沙门、六婆罗门、诸天王、凡人、非人等。所不能转，为欲利益安乐世间无量天人，令得殊妙功大义利，色所未转义今转之。佛陀升到了后，就开始去度众。那么要度众，一定是爱先成立这个僧团。那么世尊。开始成立僧团，就是度这五比丘。五比丘就是因为当初伊离开皇宫要出来修行的时阵，伊的父王为着担心伊家己人外口伫遐修行，无人通好甲伊照顾，所以派因五个即个呢。身躯边的随从来照顾伊，也即五个随从，也有老爸即边的亲戚，也有老母即边的亲戚，就是拢家己的堂兄弟。也因呢，即五个人来甲世尊到迄个雪山苦行那修行，嘛修甲介感动，看伊坐咧拢无爬起来，一毛一尾冲击，对无？也只有食一粒果子度。过当，哇！因大家都足甘心的。后来看到呢，世尊伊已经离开这个金刚座，去泥莲河洗身躯，转来服务羊女呢，家灌羊奶了后呢，因就感觉讲，太子退转啦！你甲看，唔收安尼，爬起来安尼，啊，搁予这个女人家灌羊奶，
啊，破戒啊，破戒啊！这无袂使甲，莫甲扶持啊！所以因迄个内心内底呢，凡夫的境界，你要哪会当体会着圣人的境界？所以世尊是安怎？二六年的苦行了后，伊会爬起来，会过来经过这步的过程。假使今仔咱也是一个凡夫，咱今仔看到讲，迄出家人呢，坐伫遐打坐，安尼坐到静静，忽然间爬起来，咱嘛感觉讲，啊，毋坐袂住啊，啊，要爬起来啊，毋爱收安尼。所以五比丘就是这个心态，安尼就可见这五比丘内底的心态，就还佫凡夫的境界。所以因就离开世尊，不爱佮扶持啊。那么迄个时阵，世尊嘛毋免人扶持啊。因为伊开始坐上金刚座了吼，即天龙八部就拢活来啊。因为伊将近十二月初八夜就要开悟啊，这个代志呢，是会使讲天上人间，迄拢总所有的圣人拢到位，最后一关一定爱甲扶持。人这是有修的呢，修到迄最后一关呢，所有的人啊，无福报的人就选择，有福报的人拢来活来。所以咱来看到这个情形，世尊成道了后，世尊嘛是一个真有教、遵照伊的愿伫咧行的人。因为伊当初恁伫金刚经有读到一个忍辱仙人去伫山顶咧修行，和波斯罗王因的这个人呢，波斯罗王甲伊起五尖，搁再呢甲伊呢剁做棍啊地，伊拢无受气。伊阁甲伊讲，我若是后边若成道，我一定对你成道。所以当时迄个恶王甲伊起五尖，迄个恶王就是其中即个五比丘内底第一个大个，叫做阿育娇殿奴。伊呢阁再出世来甲扶持，伊当初甲迫害伊受忍辱刑，所以六年苦刑伊来甲扶持、甲照顾。我毋得甲你讲哦，即因果轮回哦，拢实在是无法度通去讲个。你吼，若要讲到因果轮回啊，很微妙的事情啦。你按怎去做，你就按怎去报。有时候讲要安怎怨叹，嘛免怨叹，要安怎怨叹，这个应该要去报。到我这个程度来呢，伊甲伊报，不过世尊嘛是爱遵照伊讲出来话。伊成道了后，第一个要度的人就是伊，所以伊开始拢无去度半个，开始去到六妖湾。五比丘去洛妖湾去迄个所在呢，伊看到世尊伫遐行咧，伊毋知影世尊开悟啊。因五个人就烧念手讲：“太子来啊，无修行，咱拢莫插遐，咱拢莫插，人面拢活安尼过。”即摆呢，世尊呢直直行，行到到因个所在来喏，有功德力个人，迄一个行到遮呢，伊迄个光也是甲伊迄个磁场一声，五个拢同齐跪落。咱都讲好啊，无爱甲伊讲话啊，对无？伊都无收啊，咱哪有收啊？反头五个拢讲跪落，跪落安尼呢，甲伊呢忏悔。迄个时阵，世尊就甲伊讲：不要紧，不要紧，恁紧起来，我已经成道，我要来甲恁传法给恁，我来度恁。伊听到伊已经成道，所以五个就甲世尊讲：因要出家，要跟随出家，因到现在比丘，遮头毛拢天顶的人就甲伊剃开安尼。毋是家己会落落来呢，吼、哦！伊着世尊若讲一句，现在比丘天顶遮个天人着知影讲，即个爱甲提起来。佛祖有答应啊，讲好，互你做比丘。现在比丘着是讲，真好，真好，即马互你做比丘，所以天人着甲剃掉啊。七五个比丘已经安尼着有佛有比丘，着是成立僧团啊，吼、哦！成立僧团开始佫说法，安尼佛法僧三宝具足，所以迄个时阵。世尊就开始甲这五比丘要来甲伊讲这个四圣谛的道理。咱而且讲三转十二行上法轮，就是呢，什么叫做三转十二行轮呢？咱佛开始甲遮的这个五比丘，就是声闻众，讲出苦集灭道四圣谛的道理，甲伊讲三摆，啊、哦。每一摆拢讲四摆，就是第一叫做四相转，第二叫做幻相转，第三叫做作证转。那么你这三种的转法轮的中间，每一届转一届，就是处是苦，处是集，处是灭，
处世道第一届甲你讲苦集灭道，安尼着四摆啊。第二摆呢，伊甲讲处世苦逆动逆应知，处世集逆应断，处世灭逆应净，处世道逆应修，安尼过四摆多八摆，讲八摆。第三摆呢，搁在转法轮的时阵，搁甲伊讲：处是苦，我易知；处是执，我易断；处是灭，我易净；处是道，我易修。拄啊好，搁四摆，安尼是毋是十二摆？转三界轮拄啊好十二摆，所以法轮内底就是爱三支大轮，吼，就是苦三个连，三连苦三个外连。啊，内底爱十二机关，十二机关，安尼即个标准啊。你个法轮内底若做敢若一个圆箍啊，啊内底六机关，安尼就是叫做啥？叫做咱个驶船啊个迄个，啊咱个船啊有无？内底有一个迄个方向盘，迄就是方向盘，迄毋是法轮啦，毋是法轮啦。做法轮一定外箍一个箍，中箍。搁在内底搁一个箍，安尼叫做三摆三轮，啊，再搁十二支，啊，搁做十二支，安尼拄啊好三转十二形象法轮。佛伊早就讲出讲，对于世间的苦集灭道，伊已经证着，伊已经知影，伊已经有修啊，甲咱讲，你敢知影？当时五比丘。根基相关的都是阿弱交定了，伊第一个开悟，所以讲三摆，第三摆讲完，五比丘才招开悟呢。咱毋得讲，你这个三转内中，上紧离地的者，就是你第一个四相转就开悟啊。原来是中紧中地的，你第二界的转才开悟，哪个下紧下地第三摆呢才开悟？所以咱听经，有个人听一届，啊，就听捌啦，就听到了，哇，就开悟，就安尼，就知影听会捌道理。有个人呢，啊，听到第三摆才听有，毋得有当时啊，讲恁若咧听迄，我讲过迄录音带，你毋通一块录音带听一届就好啊。头一届听了，佮甲听第二摆，第二届佮听，佮听第三摆，你迄个境界拢无同。听三摆，你有三摆的境界。那么世尊在这个大五比丘讲四提里的时阵，伊就是做三回十二转，所以每转一转，伊就讲四摆，合起来多十二个形象。佛讲完了这个三转十二形象法轮了后，各位，唔是干人五比丘开悟尔呢？因为五比丘这是佛要度的对象，精宝其中的一宝啊。啊，这是随当下就做沙门啦，沙门就是释主啊。过来，啊，佫有足侪婆罗门呢。婆罗门就是梵字啊。婆罗门就是因印度96种外道的遮的外道众啊，因嘛拢总赶到位去听呢。佫有呢，天顶的天人，佫有即个魔王，所以迄个时阵有人，佫有非人。大家人对这个四提里呢，会使讲，哦，以往咱毋捌听到，即马听到佛讲了这个法轮呢，迄个时阵，大家嘛有所悟到啊。所以佛陀为着呢，要来做利益众生的工作，伊要使令世间人闻法会当得到平安快乐，所以有无量天人。会当使令伊得到殊胜广大的利益甲意义，亲像安尼，这就是咱佛若是还未成道以前，昔日佛未转法轮的时阵，迄就是还未成道。如今成道，就是已经转了三转十二行法轮，所以众生人非人，该得到利益。那么以上就是呢。世尊转这个法轮啊，伊第一摆转这个轮佛轮，那已经转一了，转了开始呢，就一直讲度众生啦。即卖咱搁看98页，
善男子五行如是第一佛轮，由此轮故如是了知处世他世是处非处，得安稳住，得无惊恐，得无所畏。行住天魔鬼道邪轮，转大凡轮，生大凡行，五蕴住处十念世界，五浊恶习，处大众中正思诸好，灭诸有情五无间业，广说乃至诸不善根，摧灭一切诸众生类，坚如金刚，常烁烦恼，建立一切应尽诸了，解脱妙果，随其所愿，安置一切有力众生，令诸三圣不退转位。佛的慈悲，确实是众生的福报啊。那么对佛呢，伊会当安尼成道了后，开始呢就来为众生说法，确实嘛是爱有缘的众生才听落。亲像我弘扬介绍这个地藏法门，这个地藏法门实在是有够好的。你看，恁若有继续听的人，你就知影讲，实在有影有够好的。啊，不过有缘的众生才听得到，有的人就唔敢听，哦，那非常可惜。那么至于世尊成道说了这个四谛理了后，下面要安怎去弘法？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来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地藏菩萨。